为着迎接金七年，苏西乡公所邀请书法名家来到现场汇合。今年哦，总共是来准备500份的春联，除了给乡亲免费设处以外，苏西国小的学生也来到现场排队，乡长所委准，阁亲自赠送一人一百个春联，让囡仔会当体会到过年的传统文化。下礼拜就要过新年啊！山西乡公所特别邀请书法名家到公所大厅汇合，为乡亲设计刻字画春联。除此以外，山西各小的学生也到现场排队，由乡长苏伟准亲自赠送每一人一百春联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新年快乐！今天咱县西乡公所在举办这个新春会好的活动，那么我们聘请的包括有林应彤老师，还有其他好几位那个书法家，他们来现场会好，然后赠送这个那个春联啊，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活动啊，让乡亲来领这个春联。我们总共准备了500份啊，可以让乡亲啊自由的来领取啊，请乡亲哈啊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那么也有我们国小的学生啊，也来现场来参加啊，也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之外呢，那么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啊，让他们知道啊，我们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。大春联代表吉祥如意，是华人过年重要的传统习俗之一。乡长苏伟准表示，去年举办的汇合活动真受到欢迎，今年特别把数量提悬到500份。除了甲苏西乡亲分享过年的喜气，也会当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过年的传统文化。新年快乐！中华新闻叶宏武苏西采访报道。